现在开庭。本次庭审活动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这是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开庭审理的一起诈骗案。这起案件从案发到侦破再到移送起诉历时1年零6个月，被告人多达105人。而今天站在被告人席上的是该诈骗团伙的4名核心成员。经依法审查查明，2018年10月至2020年11月，被告人中组织被告人张科李四人通过诈骗话术训练后，有预谋的在信息网络上对不特定被告人发布广告。我们在侦办这个案件的时候，正值武汉新冠疫情反复爆发期间，该案涉案人员众多，办案周期紧迫。1201专案组嘞，我们前后啊跨越21个省、45个城市，调查取证582人，28家公司，制作卷宗呢156卷，总共有40000多页。我们投入这么多的时间、精力、人力、物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将全案所有的犯罪分子啊都能够绳之以法。被告人作为系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条第3款，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正在开庭审理的是宜昌市公安局西岭区分局历时1年半时间成功侦办的一起涉嫌诈骗中老年人的案件。这起案件涉及的被害人呢有3万多名，绝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其中60岁以上的占到了83%，70岁以上的也占到了6%。警方查明，该团伙的非法获利高达了5700余万元。那么这个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诈骗团伙，他们到底实施了怎样的骗术？警方又是如何发现并且成功的将其捣毁的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无法根治的隐疾，上个楼梯都喘了，感觉身体啊心理啊都跟不上啊。突如其来的希望，把他们的那个营业执照啊、治病的案例啊都发给我看。是谁让他们遭受二次伤害？明察暗访，警方如何将嫌疑人一网打尽？小广告打陷阱，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家住宜昌的老罗快60岁了，虽然夫妻和睦，儿女孝顺，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总感觉身体状况明显大不如前。腰也疼，胳膊啊腿子也没得力啊，走两步上个楼梯都喘了，感觉体力啊跟不上啊。为此老罗也去过很多正规的大医院看过，但效果都不理想，于是他便开始四处寻找可以解决自身问题的秘药偏方。2020年10月份，我在屋里玩手机，有一天看到一个广告，说的是能治疗男性这个肾功能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就根据上面的联系方式加了对方一个微信。老罗注意到对方的微信名是夜市补肾方，显示为女性。对方像医生问诊一样问了我的病情啊、年龄啊，然后我就如实告诉他了。他说我这个是肾气不足引起的，然后就给我开了一个药方。那罗某呢就问对方这个药效果怎么样，然后对方就把一些其他的患者购买服用之后就是有很好疗效那种反馈的聊天截图就发给他看，并且一直跟他强调这个药是纯中药熬制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看完对方的回复，老罗决定先买一个疗程试试。对方告诉他一个疗程是20天，费用是1680元，
这些药都是根据每个病人的不同情况专门调配的，一般情况下服用三个疗程就能彻底康复。最终老罗在对方的劝导下同意一次购买三个疗程的药物，当天就付了对方300块钱的定金，然后剩下的他说货到付款，然后又给他付了4740块钱。等了没几天，药物就通过快递送到了。老罗支付了尾款后，迫不及待地拆开了包装，发现里面一共有6盒药，分别是3盒人参牡蛎肽和3盒松露参精鸦片糖果。看着这些药，老罗在心里泛起了嘀咕。我收到药之后，我就问那个客服，为什么这个药的生产地方是广州和北京，而且都是成品药，都是企业生产的，根本不是当初为我那个量身配置的药方而生产的。当时对方的解释是，找别人借用的包装，药品是自己生产的。老罗半信半疑地按照对方的交代服用了几天，但他发现效果并不好，而且时常感到胸闷出冷汗。他赶紧询问了那个微信名为叶氏补肾方的人，对方给他的解释是，有可能是因为老罗同时吃了降压药所导致的，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老罗继续购买其他药品。对面客服又跟我说叫我再交500块钱的定金重新跟我配药，我就没有搞的，然后没跟他赚钱，那个药我就没有吃了，就感觉自己是上当受骗的。当时我们根据罗某的报案情况就判断他是遭遇了电信诈骗，并且这类诈骗其实我们已经关注很久了，受害人绝不止他一个人。侦办民警提到，自2020年10月份以来，他们陆续接到了辖区内多名老人的报警，这些人的遭遇跟老罗的情况高度相似。2020年8月份，我在微信高头看到一个治疗慢性疾病的广告，我就加了他的微信。因为跟老罗有同样的烦恼，方先生在求医问药的过程中也在网络上结识了那个微信名为叶氏补肾方的人。对方告诉他自己的爷爷是知名老中医，对各种男性疾病很有研究。随后他根据方先生提供的年龄、身体状况等信息，给方先生推荐了一款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一开始我也是半信半疑，他们看到我买的药不强啊，就把他们的那个营业执照啊、治病的案例啊、治病的图片呐、视频呐，都发给我看，让我彻底相信了他们的那个产品呢有治病的效果。方某呢看了他发的这些东西之后呢，就相信了他，然后就问他这个药的价格。一开始跟我说是10000块钱，我说太贵了，然后经过我和他不断讨价还价之后啊，最后以一个疗程1680块钱的价格成交的。半个月后，方先生收到了对方寄来的4盒所谓神奇药品。我一眼就看出来没得国家那个准字号的标志，我用手机微信一扫也扫不出来什么内容，而且包装质量也很差。方某虽然觉得这药品的材质看起来很差，但一想前期花这么多钱啊买这个药啊，也没管那么多，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服用了一个疗程。连续服用了20天后，方先生感觉一点效果也没有，于是他又找那个微信名为叶氏补肾方的人去询问。对方回复他说一共要吃3个疗程才能收到效果，于是方先生再次以1680元的价格购买了第2个疗程的药物。2盒玉衣金丹，2盒路边蛹虫草，1盒喷剂，还是跟上盒一样，包装质量也很差，一看就是三无产品。但是还是抱着试一下的心态呀，试了一下，结果效果一点都没得。方先生和老罗都提到，在咨询的过程中，那个微信名为叶氏补肾方的人用图片的形式给他们看了身份证、医师资格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一大堆证明材料，所以他们才相信对方是正规的医生，才最终愿意花钱买药。可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这些药品根本没有效果。当时我们看了这两个人提供给我们的夜市补人方的资料和身份证明材料，啊，我们一看啊，这些资料是假的。他们就是要被害人相信啊，从而达到他们卖药的目的。综合梳理老罗、方先生等报案人的情况之后，宜昌市公安局西陵区分局高度重视，决定成立专案组，对该案件展开深挖细查。像1201这个案件呢，我们分局的领导啊高度重视，守护老百姓的平安，命案要破，大药案件要破，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呢，像这样的关乎民生的案件呢，我们也要用心去破。包括老罗、方先生在内的多名报案人都提到，他们最初呢都是在网上通过一些网站的推广链接，或者呢是一些论坛里的广告，联系上了这个微信名为夜市补肾方的人。加了此人为好友之后，对方都是以远程问诊的方式，先了解被害人的需求，然后再给被害人推荐药方，并承诺该药方是根据被害人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的。同时呢，此人还会通过发送证明材料、主动降价等方式消除被害人的顾虑，完成交易。警方意识到互联网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嫌疑人采用这种方式推销，被骗的人很可能不在少数。那么这个夜市补肾方的背后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伙呢？他们又身在何方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所谓量身调配，为何不见疗效？追查生产厂家，发现其中奥秘。层层核查，黑手不见，小广告大陷阱，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夜市国医馆是经国家卫计部门正式批准的中医馆，国医馆秉承为人民提供高质量的中医诊疗及医疗服务，弘扬国医国药文化。为保证药材的质量，夜市国医馆所选的药材全部来自国内著名医药公司，做到每一味药都严格把关。几名报案人都提到，这个宣传短片正是那个微信名为夜市补肾方的人发给他们的。该短片详细介绍了这个所谓夜市国医馆的规模、背景以及特色。医馆自创办以来，全力致力于男科疾病的研究与治疗，实实在在做品牌、做口碑，认认真真做自己的中医医药馆。不仅是宣传片，一些报案人反映，在他们最初咨询的时候，那个微信名为夜市补肾方的人还给他们做过远程 CT。 对方就让受害人把自己的隐私部位拍照，然后再把照片就传给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医生那儿，然后这个医生呢就给受害人啊做一个远程的 CT， 并出具相关的这种 CT 的诊断报告，就是显示他这个部位确实有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骗术，用这种看似很高级实质很荒谬的诊断手段来骗取受害人的信任。正是因为看了宣传片以及各种证明材料，老罗和方先生等人才对这家夜市国医馆深信不疑。那么这家所谓的正规医疗机构到底有没有相关资质？他们寄出的各种药品又是否具有他们宣称的那种疗效呢？宜昌警方安排多路民警首先赶赴这些药品的生产厂家进行了调查。这些厂家呢，位于郑州、南阳、哈尔滨、武汉、安徽、南京等地。通过调查，民警了解到，老罗和方先生等人买的这些所谓的药品，其实都属于保健食品，并没有治疗疾病的功效，而且每盒的成本全都在30元以内。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是上面有明显标识的保健品，是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的。另外我们还发现一些生产批号为 SC 开头的食品，连保健品都算不上。
啊，这二十几个厂家我们都逐一进行了取证，然后发现他们生产的都是普通的保健品，甚至是食品，然后成本价格大概也就是15到30块钱以内。嫌疑人就拿这些产品冒充中药，按照1680元一个疗程的价格，然后推销给全国各地的这些老年人。在调查中，这些生产厂家表示，他们的产品有正规的生产手续，但确实不能治病，客户都是通过网络购买的，具体是哪些人买来之后再当成药物进行转卖，他们也不清楚。专案组研判之后决定安排一组民警，根据报案人提供的快递单号信息，寻找这些保健品的发货地。我们通过不断的摸排，从上百个可疑的点位里面，最终确定了一个他们仓库的位置和一些相关的物流人员。民警调查发现，虽然这些保健食品来自不同的生产厂家，但发货地全都在湖北省武汉市。在相关物流快递公司的配合下，民警最终找到了一个位于武汉市蔡甸区的仓库。他们的模式就是快递员到仓库去取件，然后通过物流公司把货发给受害人，受害人收到保健品后再向快递员付清尾款。继续调查，民警发现有个名叫文峰的武汉本地人，从2019年5月开始租用了这间仓库。这个仓库呢，在武汉郊区的一个大型物流园里，这个大型物流园里有很多正规的物流公司，他们就藏在里面，让我们不容易发现。我们曾偷偷的潜入这家仓库，在里面发现了涉案的保健品，还看到一些那个发货的单据和受害人买药的那个电话号码。在确定这间仓库就是涉案保健品的存放地之后，宜昌警方并没有立即对文峰采取行动，而是潜伏在仓库周围，对进出这间仓库的可疑人员和车辆进行了秘密的跟踪摸排。我们蹲守时发现的这些可疑人员啊，发现他们都是从城区的不同的住宅小区过来的，然后发完货之后又返回了不同的小区。这些人不像我们之前打猎的诈骗团伙那样啊，集中在一些写字楼里面办公，而是分散在各个小区里面诈骗受害人，彼此之间联系不紧密。警方判断，这伙人很有可能为了逃避打击，采取了化整为零、分散办公的策略。我们只能确定了一组人员之后，在他们租住的小区周围蹲守观察，逐步摸清了每个房间里租住了几个人。我们还不能判断这哪些人是老板，哪些人是员工。为了快速查清这个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除了实地跟踪可疑人员、排查藏匿窝点之外，专案组安排另一组民警对报案人的转账记录进行了核查，以求找到这些资金的最终流向。根据调查，受害人购买的这些保健品是通过货到付款的方式将尾款付给快递员，最终是快递公司将这些费用打给那个嫌疑人指定的专用账户。不过通过调查就发现，这个账户啊并不是嫌疑人本身的账户，我们判断应该是他通过一些非法渠道购买他人办理的一些银行卡。最终经过层层核查，一个名叫周琦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这个周某是1986年生人，他的籍贯是湖北天门，是一个社会闲散人员。通过查他的话单，我们发现他跟仓库负责人文某联系很密切，同时与我们调查的那些保健品生产厂家也有多次的联系。通过梳理周琦的社会关系和活动规律，警方随后又确定了柯晓东、李伦、张涛等多名嫌疑人。与此同时，负责跟踪摸排的民警也逐渐掌握了该团伙所有藏匿窝点的位置信息。在我们锁定的这个区域内，我们通过化妆侦查，把每一个小区、每一栋楼、每一层都摸排到位，最终才确定了这个窝点的位置。这些嫌疑人分布在6个小区和23个窝点，包括周某和另外3个主犯在内。
在确保团伙成员，尤其是几名主要嫌疑人全部都在窝点内之后，2020年12月1日，宜昌警方出动了216名民警，对潜藏在武汉、天门两地23个窝点之内的嫌疑人进行了集中抓捕。进入现场后啊，嫌疑人在那个租赁的那个出租屋内，正在使用手机、电脑和受害人正在那个微信聊天啊，实施诈骗行为。我们现场啊，对他们进行了控制。一天还堵不着。看的水浇出来是吧？嗯。这些屋点都是那种31厅或32厅的出租屋，然后每个屋子里面大概有5到6个那种诈骗团伙的成员在里面实施诈骗。然后我们冲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当时也正是在用电脑对那些受害人进行实施诈骗。此次集中行动，警方共抓获嫌疑人95名，扣押了大量的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随后，侦办民警又来到位于武汉市蔡甸区的那个仓库，对涉案的保健食品进行了扣押和清点。经过我们在现场的清点和核实，最终涉案的保健品一共有90多种，总量接近3吨。这次的抓捕虽然已经结束，但是警方的调查工作仍然在继续。将近7个月的时间里，宜昌警方派出了7组民警前往全国多地，同步开展了调查取证工作，包括搜集被害人的证言、团伙资金流水情况、产品生产厂家情况、物流记录等等。同时呢，宜昌警方还陆续抓捕了68名潜逃的嫌疑人。最终，经过检察机关的审查，一共有105名嫌疑人被批准逮捕，并分4批移送起诉。那么，这些嫌疑人是如何纠集在一起的？他们所要面临的将会是怎样的判罚呢？审讯笔录道出骗局内幕，庭审现场接受法律严惩，作为患者又该如何防范？小广告大陷阱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公审首先举的是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四名被告人啊，在这个供述里头啊，就如实供述了通过网络渠道发布虚假广告，并以冒充医生专家为手段，低价买入保健食品，包装成治疗男性疾病药物，通过邮寄方式高价贩卖获利的犯罪事实。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指出，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被告人周琦便采用低价购买保健食品，然后冒充医师进行问诊，将保健食品伪装成具有治疗功效的药品等方式诱骗他人，谋取暴利。我知道很多人从事这个事情，买来保健品当治疗男性功能疾病的药物卖，很多人都赚钱了，我也想赚钱。2018年3、4月份的时候，我仔细找一个朋友打听了具体如何做这个事，他把做的方法交给我了。
具体就是将保健品低价买进，然后当作药物高价来销售给别人。2018年10月底，周某就组织5-6个人开始从事这个事了。他先是用虚假的身份在网上买了多家银行的那个银行卡账户，随后呢又在网上买了100多个微信号。他把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又让自己的员工啊去办理电话卡，然后同时还要买了100多部手机，哎，70-80台电脑，应该是在2019年10月底的时候啊，这个团伙相当于就是越做越大，从最初的5-6个人发展最后大概有70-80人这样的一个规模。在这个诈骗团伙中，周琦是老板，负责财务和推广。张涛、柯晓东和李伦是3名经理，他们每个人都管理着至少3个销售业务组。组长就是根据老板的指示，负责去租房子，然后招聘和培训新员工，并带领他的这些组员呢、去做业绩。一个组长大概会带7个左右的业务员啊，他们就是直接实施诈骗的人。我们的话务员都是朋友带朋友进来的，我们的话务员一般都有话术，话术主要内容就是话务员冒充医师助理，在微信上跟客户聊天，从而骗取客户的信任，然后夸大我们公司治疗男性功能疾病药的功效，让客户来花钱来买我们公司的药。据警方调查，客户同意购买所谓的药品之后，会先支付300元的定金给业务员，这笔钱通常就用来维持整个团伙的日常开销，而尾款则是通过物流公司来收取。物流公司在扣除快递费和手续费之后，会将剩余的钱全部转到周琦指定的账户里。这个账户是周某在网上通过非法渠道购买的，所以追查起来有非常大的难度。民警注意到，在这起案件里，所有上当受骗的中老年人几乎全部都是通过网络广告联系上该诈骗团伙的。我们在很多微信公众号上租下他们的广告位，对外宣传古代皇帝就是使用了我们销售的这些东西来改善肾功能的，治疗男性功能疾病的，通过广告将业务员的微信二维码推广出去，添加业务员的微信之后，我们会给对方介绍我们销售的这些药物就是通过古方研制出来的，还对外宣称我们这个团队是由资深专家男科医生坐诊，通过这些方式把我们包装成一个专业治疗男性疾病的团队，吸引有这方面需要的顾客，从而推广出去。在被检察院批准逮捕的105名嫌疑人中，没有一个人有行医资格，他们提供给被害人的营业执照、行医资格证等证明材料全部都是伪造的。工作不辛苦，收入又高，其实在外面找工作就很难有这样一个收入水平，所以他们虽然知道这是骗人的，但是他们依然抱着侥幸心理一天天的做下去。我们业务员的底薪是2400元一个月，不在工作室住宿的底薪是2600元一个月，如果一个月业绩达到50000元的话，就提0.5个点，每增加10000就增加0.1个点，12个点封顶，没有惩罚措施。2022年7月11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的4名主犯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周琦反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张涛反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0-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被告人柯晓东反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被告人李伦反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30万元。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也希望能够享受到这一便利。然而，一些骗子们呢，却趁此打起了歪主意，他们投放非法广告，采用种种手段，一步步诱骗中老年人。本案的4名主犯
最终均被判处12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这是他们必须要承受的代价。那本案中被骗的中老年人，大多数呢都是通过网络上的非法医疗广告跟诈骗团伙接触上的。那么，对于这种非法医疗广告，我国法律有着怎样的规定？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目前我们国家对于这一类相关的犯罪，在立法上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整体的一个综合性的立法。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安全法啊，就对这个使用电信网络的一些不法行为进行规范，包括在网站上发布一些虚假的信息，然后呢包括在网站上发布一些这个销售违禁品啊，一些相关的信息都要进行制裁。同时对网络运营者这个管理这个信息网络的一些责任和义务也进行了规范。那么对于违反这些规定的行为啊，按照网络安全法的规定，那么是要进行这个处罚的啊。这个处罚不仅包括罚款，而且要进行拘留啊。对于这个网络运营者情节严重的话呢，会涉及到这个吊销他的营业执照啊等一些相关的规定。同时在广告法里面也对于这个虚假广告以及发布一些引人误解的这个内容的广告进行了规范治理啊。按照广告法的规定，如果是发布虚假广告的，那么这个是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那么同时对于这个药品的广告啊，药品管理法也做了一些规范啊，要求它的内容必须是真实合法。同时对于这个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是保证啊等等一些相关的规定。那么违反这些规定啊，也要受到药品管理法的规范啊，要进行行政的处罚。对于构成犯罪的啊，那么我们刑法也规定了多个相关的罪名，比如说对于利用这个信息网络的一些行为啊，我们刑法规定了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啊。对于网络这个服务的这个运营商，他有没有尽到对网络的这种安全管理义务，如果他没有做到，而且在有关的监管部门要求他进行改正的情况下还不改正，那么我们刑法有专门的这个罪名加以规范啊，有一个叫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来加以规范。当然同时我们刑法上还有虚假广告罪啊，有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以及本案涉及到的这个诈骗罪啊等等。所以从总体上来讲啊，我们国家对于采用电信网络的这种方式进行虚假广告然后骗取他人财物的这一类行为，目前的立法这个总体上涉及到的方面还是比较多比较全面，再加上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进一步的从电信网络金融等有关部门他在防范这类犯罪里面的责任以及他要承担的相应的法律后果都加以了明确。今年4月，为期半年的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正式展开。从公安到法院，很多部门都推出了专门的举措，严厉打击各种养老领域的涉诈问题，遏制此类案件的高发态势。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呼吁子女们要多多关注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加强沟通和交流，帮助中老年人不断增强法治意识和识骗防骗的能力。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
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